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你有多聪明、多么富有、多么有权势，人在生气、在愤怒的那一瞬间，智商是零啊。所以，台长告诉你们一个窍门：当你在怒不可遏的时候，我一定想发脾气、想发泄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要等1分钟，因为人的智商在愤怒的时候全部跑光，经过1分钟才会恢复正常。所以，当你在家里跟太太、跟先生要骂、要吵的时候，你赶快拿手表看。不讲话，1分钟之后放下来，我才不跟你吵了。我是学佛人，我恢复了理智。记住，千万不要在愤怒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，因为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所以，人的修心关键在于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用嘴巴去伤人、害人，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呀。所以我们心里的烦恼，有时候通常是来自于你内心不良的情绪。所以，不要被你内心不良的情绪左右了你自己。记住了，一个能够控制住不良情绪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一个有修行之人。因为要开车，我们才去学交通法规。因为要学佛，我们必须要学戒律，水深则流缓，语迟则人贵。当一个人懂得我讲话，想好了再去讲，想好了再去回答别人的时候，你就是贵人。记住了，我们花了2年时间学会了说话，但是我们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学会沉默。沉默是金啊，说是一种能力，不说那是一种智慧啊。